的凄冷。家属吧，啊，你处理一下。病人肝部的病变已经扩散了，并且出现了肝昏迷，肝上的肿瘤压迫了血管。血管一旦破裂，将会导致大出血而死亡。哎，秦美人，正好，你干嘛去？我下班了。哎，你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？嗯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你等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曼宇，你妈情况不好，已经到医院了。你赶紧过来吧。哎，我马上过去。经理不行了，我妈在医院抢救呢，我得赶紧走。哎，秦曼宇。喂。喂。你下班去接趟孩子吧。你能不能下了班你就接一次孩子呀？啊，一天到晚吊着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我这正忙着做账呢。哎呦，不是，我妈现在住院抢救呢，我晚上回不去家了。真的？在哪个医院呀？北医三院。你继续接孩子。好好好，你别着急啊。哎，谁病了？我婆婆。什么病啊？癌症，晚期。哦，哎呀，哎，哎，一点小意思，拿着给老人家买点营养品。不用了，他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。这得准备什么呀？装过衣服、鞋什么的都得准备出来。还有呢，他走的时候下面铺的，上面盖的。这样吧，你陪他买去吧。他没见识过这些东西，听着肯定犯懵。行行行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
天津有个中医，有能治胃癌的偏方，我想跑一趟。现在去，我陪你去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也不理我呀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当初不该不听你的话。我求求你醒一醒，你醒一醒。妈怎么了？妈妈抑制不起了，吓死我了。这个累啊！我妈刚才喝了小半碗粥呢。哦，我刚才买药回去了。有一个老医生说，你这个病不碍事儿，吃了他的药啊，就慢慢会好的。药抓了，就是差一味，哪儿哪儿都没有。那老林呀，林叔，他帮着去转悠去了。他说买好了以后我就熬好了拿来给你喝啊。你俩回去吧，守了我一宿了，回去睡会儿。没事儿，我不困。听话，去回吧，听你妈妈的，你们俩回去好好歇一下啊。行，去吧。嗯，那妈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送饭的时候给您带过来。我想吃驴打滚。妈，那东西不好消化。就是啊。妈妈想吃就买点。哎。行。好。那爸，您再待着啊。你们都好好歇一歇啊，放心，这儿有我呢啊。好，嗯，走吧。有事儿我给你们打电话。好，好啊，没事儿，好好歇着啊。哎，嗯。门锁好了吗？锁好了。嗯。为什么呀？那个。嗯。不知道，我看看什么啊？打开。啊。啊。拿过来。买的东西，拿过来，让我瞧瞧。哎，就是你买点衣服什么的，不瞧，咱不瞧。那我瞅瞅，瞅瞅啊。嗯。哎。嗯。还是福祥的料呢。是。是呀，我也喜欢。这是个。孩
思呢，听人家说这个衣服搁在屋里能冲一冲晦气，买来就坐在这儿冲冲晦气啊。穿上。嗯。我穿上。哎，穿了干嘛？冲冲晦气的啊。不是都说？嗯。信则灵。我也信一回。快，给我穿上。穿上更能冲冲晦气啊。嗯。哎，回来了。老太太怎么样啊？好点了，能吃点东西了。那你吃饭没？没吃，不想吃。我想眯一会儿，待会儿还得去医院呢。哎，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？你光值白天班吧，我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睡觉，我害怕。你觉得现在这日子口，我张得开嘴跟他们提这种要求吗？那怎么了？从我妈病到住院，你就没去看过一眼。我这不天天上班呢吗？那你现在这不是还没走呢吗？哎哎哎，这有火别冲我发啊！没火，一肚子累，疼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啊。刚才吃点东西，能吃就好，这样才有抵抗力。好好养着吧，我就在隔壁，有事叫我。哎。从家里拿回来，给您照。嗯。嗯。老七。嗯。我还想嘱咐你几句。啊。拆房子的钱，自个儿一定得攥在手里边。以后我不在了，没人照顾你。手里边要是再没俩钱儿，那你就该遭罪了。别管将来跟谁过，钱不能撒手，那是你后半辈子的护身符。老伴儿，嗯，你刚好一点点，心里都要放空一些，脑袋里别老想那么多。啊！我跟你过了35年了，你听我的，没错。我听你的。嗯。听你啊。嗯。咱俩这辈子就守着俩人，一个儿子，一个闺女。儿子我倒不惦记着，他是有心无力。儿媳妇儿不疼咱们，没什么。没哪个儿媳妇儿是婆婆生的，只要她能疼儿子、孙子也就行了。是。嗯。我最放心不下的，咱闺女。她丈夫不是个玩意儿，万一要是对不起她，你说她该怎么办呢？老七，你得答应我，只要你还有一口气，闺女这儿你得接着，要不我闭不上我这眼睛了。
就觉得我这个骨头和肉啊，哎呀，都离了骨了，离了骨了。哎呀，乖乖乖，你不还有我呢吗？啊？那我有要求。成，你说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你明天带儿子去医院跟我妈见一面。那可不行，你这医院里到处都是病菌，我不能为了让你当孝子，我就让我儿子生病啊。沈杰，要是我快不行了在医院，你是不是也不让我儿子见我最后一面呢？呸呸呸，你这破嘴你说什么？这种事儿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啊。你回答我，让不让？让不让？那本来就是，我妈给咱们带了这么多年孩子，你心里始终就没把她当自家人过。我这人就是比你理智。你狗屁的理智！我告诉你，沈杰，没有我妈就没有我。她现在要需要肝，需要肾，我第一个把我的割了给她。你那就是对我的不负责任。那我对我妈有没有责任？明天我请假带小江去看他奶奶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爸呢？回家给你熬药去了。嗯。我妈起来。哦。嗯。妈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嗯。你昨天晚上哭的呀，妈心里可难受了。强命不强啊，想使劲儿也帮不了你。不行就离开他吧。嗯。唉，人这一辈子就活这么一回，所以你得好好活着。这样吧，别管走多远，回头看看你，也就放心了。报告贴在门口了，看见没有？嗯，没心思看的。现在咱们到月底就得搬，拖一天罚一千，再不搬就起诉他了。我住我的房子，起诉不着我。包好了。嗯，差一锅。哎，今儿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能吃点东西了。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行了，志哥，
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，首先咱们得为活着的人着想吧。所以，你一定得保重身体。怎么样？抢救过来了？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药我带来了，喝不下去了，喝口水都会喷出来。舍不得吃，留给孩子，留给我，直到留坏了没人吃了，你才打死了。你这胃病啊，都是吃剩给弄坏的，知道吗？以后你身边没人照顾你，你自个儿得学着照顾自个儿。是你不正在我身边了吗？困了。
七哥，您不能老这样啊！啊，嫂子走了，您的日子还得往下过呀。没意思，那得看你怎么看。日子都过塌了，还能怎么看？生老病死啊，谁都躲不过去。不要老觉得自己倒霉，自己委屈。人呢，该有多大的命就吃多大的食儿，只要活着就乐乐呵呵的。嗯，这悲悲戚戚的是一天，哎，乐乐呵呵的也是一天，那咱干嘛不选择乐乐呵呵的活呀？了不起。您得学会找乐子，您唱京剧呢，不是，就是您自己一个乐子吗？啊？七哥，您的日子过得乐呵，那嫂子走的才安心。屋里有人吗？谁啊？屋里有人吗？哎，大爷，我是拆迁办的小坎儿。这家是姓齐吗？我姓齐。哦，哎，齐大爷，我听着邻居说您老伴儿刚没，我可能来的有点不是时候。没事，什么事说吧。嗨，是这样，咱院里啊还有几个街坊没搬，这拆迁日期马上就到了，我过来呢是想跟您谈谈，看看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。您那给的钱啊不够我们在外面买房，所以我们搬出去，让我们住露天啊。大爷，这旧城改造啊是国家项目，怎么补偿都是有明确规定的，那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，咱们这么拖着对谁都没好处，不是？你看这样啊，您这个房子39.4，这是房本上的数字。这个私建的小厨房我把它也算进去一起补偿给您，然后呢我们还给您奖励。他这刚办完丧事，难受劲儿还没过去呢，您过两天再说这事儿啊。咱这工程也不能因为您两家就这么拖着，不是？我搬走了，我老伴想回家都回不来了。怎么着，柱子？哟，林叔。是啊。不是，哎，我老婆要走啊，我做不了她主啊。哎呀，自己扛不住啊，就是自己个儿扛不住啊，别拿老婆说事儿。不是林叔，这也不是我自己扛不住。啊，您看这左邻右舍的不都搬了吗？人各有志啊，我不勉强你们。我可是要扛到底的啊。那个齐哥，哪儿去这是？出去转转。这就对了，别老一个人在家里闷着，没病也得闷出病来。哎，齐叔啊，我看您也别慎着了，您看这院拆的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住啊？趁早搬了吧，再乱也是自个儿家呀，只要想住，怎么着都有办法住。没，就是您什么时候搬呀？您跟我说一声，我过去帮您去。我不搬。那您还在那耗着有什么意思啊？昨天我碰见柱子了，
柱子跟我说他们家那房已经卖了，那现在这院里就剩您跟我林叔两家了吧？你们两个人能成什么事儿？赶紧搬吧。让我扛着也是你，让我搬也是你。这计划不是赶不上变化快吗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我不搬，你好好上你的班吧。喂，哎，哎，这老爷子，来，过来先把饭吃了，来。就上你爸那去。嗯，我爸呀，除了煮面条，什么都不会做。这个炸酱子一块吃完了。你说你累不累？这一天一趟的，你把他接过来不就完了吗？拆迁款不拿到手，他是不会动地方的。哎，要不然我去替他盯着，啊？你，我弟要帮他盯着，他都不干呢。什么话？哎，你弟是什么水平？我还不如你弟呀、啊。你得，你甭去了，你踏实待着，把楼上给老爷子收拾出来啊！我去看看情况。你等我。那，你把东西拿着吧。爸。来了，哎，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啊，没，我挺好的，没事，不用惦记啊。哦，那个顺丰还让我顺便跟您商量商量搬家的事儿。啊，搬家？啊，往哪儿搬？搬我那儿去啊，都给你收拾好了。啊，我这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搬。啊。我那个，你上哪儿去啊？遛遛弯儿。歇得很，数板砖呢。这砖可比当初买的时候值钱多了。那是啊，这房子那是你老丈人他爸爸，当年一砖一瓦的盖起来的。文物似的，能不值钱吗？文物，这要真是文物，谁也拆不了了。嘿，哎，你这老丈人出去了？啊，我瞧瞧他。啊，我是来找您的。找我？什么事儿？我跟您说的事儿，考虑怎么样了？哪件事儿啊？房子过户的事儿啊。哦哦哦。过户给谁呀、啊？给我呀！您放心，肯定比拆迁办给的高。嗯，就是现在啊，我和你老丈人那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只蚂蚱，好事赖事都得一块儿商量。嗯，您慢慢商量吧，我等着。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唱戏唱戏不是喊戏，明白没？啊，是是是。康老师啊，这个戏是我新学的，我还得请一个专业老师啊，好好给我规制规制。我不正跟你规制呢吗？哎呦，这话说的，对不起啊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
哎，老齐啊，哎，你怎么有日子没来了？哎呦，两个月了吧？有了，来一段吧。老不唱，唱不出口了。哎，老齐来一段，你先溜个小段的，溜溜嗓子啊，开开声，来着。哎呦，你可来了。师兄叫我来，我怎敢不来啊？哎，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。这个我们曾经在一个团待了很多年，是吧？宋如军，专攻青衣。这个。齐瑞年，我们这儿最好的老生。对。那个，闺女回香港了。啊。外孙女也带走了吧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，狠狠地闪了我一下。你这才能倒出功夫来出来玩嘛，是吧？那倒也是，要不然啊，我真出不来。哎，你给我们来一段啊！我师兄在这儿，我不敢唱。哎，来一段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儿啊都是业余的，是吧？比不了你们票房。你可别这么说啊！大家来这儿不都是来玩的吗？啊！既然是玩，就给大伙唱一段。来一段。嗯，这样，咱唱段《霸王别姬》。哎，啊。啊，行。啊。我去接小江啊，你甭去了，你得抽空到你爸那儿去一趟。一天一次，那也太勤了吧？勤什么呀？现在这一天八次都不勤，这节骨眼上你这不去才有问题呢啊！胡气儿的，来，你们谁来唱吧？快点！这青衣唱完了，哎，咱们该老生了啊！哎，老齐，你来一段。来一段。这老齐怎么回事？两个多月没露面了，变了一个人似的啊！是啊，前些日子他老伴得癌症。是吧？哎呦，啊，对啊，年龄还真不大，说的。再来一段，我再来一段。好嘞，进来，好嘞，咱们再来一段那个导板原版那个黄上道曹操那个啊。哥，你瞧见没？兵临城下了。干嘛不等搬完了再拆啊？这不扰民吗？这不是？肯定是怕你搬走的呀，后悔了再搬回来。这叫敲山震虎啊！您别到处乱跑了，留神那小偷趁乱给您卷了包。我那屋子除了冰箱、电视，没值钱的东西。谁要不怕闪了腰，谁搬去？得，就是姓坎这小子，说了啊，等到了搬迁的最后期限，恰水搬出，可能吗？那可没准儿。我想好了，做饭、煤气罐、点亮、用手电筒，电视看不成啊，咱们听半导体照样能掌握政策。那给柱子多少钱？这帮搬迁的小子精致呢，各个机构每家搬迁协议是吧，价码不一样，到底给多少人家不说，咱不知道。那咱俩怎么办？耗着呢，我身子都掉井里了，二的还挂得住啊？郭继光讲话了，
坚持就是胜利。中午吃什么呀？我这会不会做饭是吧？买俩包子，沏壶茶，起因了。买贴面了。嗯，一会儿弄炸酱面，你过来吃吧。来，哥，我买俩小菜去啊，咱哥俩好好喝口。哎，喝口。你干嘛呀？这是，真不像话。